老板，来一瓶那个酱油啊。啊，亮台，7块钱呢、啊。赊账。赊什么账啊？你干这里。我不认识字啊。你给我干这里干什么？我都不认识这个字是什么。你不认识字吗？你这个文盲，我来读给你看、啊。你来赊账，我为难，我就要让你心烦。不如从此不赊账，你不为难，我不心烦。我的是有味，完了有对你打你。你说什么鬼啊？英文你听不懂吗？我来给你翻译。再啰嗦，打断你的嘴。哎呀，没见到那是赊账。我说英语，我还印度语呢。来看看他呆。有人，你以为我诈你那几块钱吗？来，那。找钱，把钱给我找回来。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